因为我是工学院的学生，应该先起床上早八吧。啊，可是我会先去买早餐。上到十二点。或许吃个午餐吧。吃完饭就再运动一下啊。干，在工学院。甚至再去个图书馆吧。吃晚餐。或许再复一下作业吧。所以就跟你们差不多啊啊，只是我们比较常用到手机而已。哎，可以借我一下手机吗？哎，走，我们出去玩。我觉得不行。哎，那你觉得我新买的包包怎么样？我觉得不行。哎，那他妈你觉得这差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 OK。